我話如果政制通唔過，你同我所有喺呢個廳裏邊嘅個個都係大輸家。這個我憑我良心講。成哥作为千叶的选委之一，成日都说自己爱香港，昨日就三度呼吁要通过政改了。这个输家呢，相信很久很久我们都没机会拿回。大家都要面对很多不得已的时候，无奈的事我们一生做过几多次。但政改通过的机会有几大呢？成哥就只是笑笑口说他都想知道。